这节目之前可以加个串词，很好啊。约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，就是补充体力，这几天可能都会有点晚。哎哎哎，我不是这个，不是这哎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借了5点的教室排练，奇怪，我约的也是5点啊。不同老师批的教室，难怪时间重叠了，这该怎么办？让他们用吧。让？用不着吧？不是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反正教室这么大吧，要不我们一人一半？对。亲爱的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新年好！欢迎大家来到十一中的新年元旦联欢会，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歌。来，莫弟，我教你，和你一起啊！好。2、3。转眼我们已经挥别了昨日光景。7、8、3。2、3。蒙迪，声音太小，你放大点声。感谢高一五班的罗梦杰。现在呢 ？OK。我再教你一遍啊。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。你没学会，你再教我一遍。我教你啊。5、6、7、8。高同源与荡舟心许。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。5、6、7、8。等等我。就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而已，多大点事才不值得我不高兴呢。江皓月最讨厌了。